喺我訓練底下咧，佢是一個教會嘅柱石。好似嗰兩兄弟叫約翰同埋呢個嘅雅各，佢個花名叫貝利嘅，真係好離奇啦。其實呢個係嗰啲亞蘭文嚟嘅，譯翻出嚟意思咧就係嗰度嘅子。嗱，猶太人可以好得意嘅，好中意講咩嘢之子啊，咩之子。簡單嚟講，成日就係行女咯。咁邊個行女嘅性格？即係成日都好豪氣啦。所以兩兄弟都唔係唔試過嘅。有一次啲人唔信耶穌，人哋話：不如燒死佢哋啦，好以利亞咁樣啦，係嘛？話呢兩兄弟性格非常暴躁，咁暴躁人點解做門徒門徒啊？係嘛？又得喎。好啦，其他唔細節講啦。因為佢譬如馬太做税吏嘅啊，佢本來叫利未，後來就改做馬太 Matthew。呢間税吏最衰人啦，耶穌話喺五人當中邊人最差咧？喺你睇嚟就係妓女同税吏，即係最低階層都有做門徒，好奇妙咧。嗱，多馬好多疑嘅呢樣嚇，耶穌釘十字架嘅時候啊，就話佢車佢真係服咗咩？俾我哇佢手手腳腳就所有人，哇仲有一個激進黨粉碎黨呢個名係乜叫 Cyrilos？Z-E-A-L-O-T-S 什麼是粉碎黨什麼是 Cyril 呢就是激進黨即是今天那些他反高鐵八十後那些是吧我整件什麼來的長毛二世來的哇這個本來是刺殺那些的羅馬高官的又做了門徒所以這個西門就不是那個西門不過叫彼得的西門這個就是粉碎黨的西門還有一件全部門徒是北方人來的都是加利利人的但一件是南方人的這一件呢就出名了就是加利利猶大所以現在耶穌在做晚餐的時候將猶大安排他坐在他旁邊就算全部都是北方人然後排斥這個南方人就把他坐在旁邊提醒他不出賣我你不出賣我不出賣我要得出賣耶穌是不是這個後來管耶穌的錢是做 treasurer 所以這個南方的唯一南方人呢每日南方找的北方是漁民來的是一些比較是低階層的這個南方的加利猶大有學識的所以猶大區的地方人都是有學識的所以猶大區的猶大呢他住在加略的地方是一個有學識的人但這個人竟然出賣耶穌所以十二門徒當中是騎不騎你所以你選人出來你會說真的很騎你這樣的 combination 的不要緊耶穌照樣搞定他耶穌是有教徒的一個好老師的所以耶穌的方法就不是靠一個課程簡單是一個生活的體驗所以我帶門徒呢我帶他買衣服做什麼買衣服呢我看導師買衣服我買衣服很簡樸你成日講要簡樸生活 ，simplicity， 你講啊，導師，我真係同佢買衫，我買嘅衫都係啲唔係 cheap， 但係都真係襟用，唔係名牌，但係好實際嘅嘢。